泡面。应该不能吃泡面哦。为什么不让我吃饼干？吃完了啊。可以吃泡面啊？可以吗？可以啦。不会被老师骂？真的哦。因为吃光了啊，那我们回家吧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回家。回家吃饼干。要不要回家了？好，那我们回家喽。那婆婆说回家吃饭饼干啊，好不好？那你要跟姐姐说，吃完饭可以吃饼干。吃完没有？先可以先吃一点饼干。好，那你要跟姐姐说拜拜，她要回去吃饼干了。你看肚子饿了，姐姐拜拜，拜拜。